是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真有幸得人生闻佛法啦、啊。咱爱从佛法中呢去敬仰心，心为道源功德庙啊。咱人人自称是佛教徒，咱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啊，咱来时时呢。爱提起了一份信仰的心，那信那就是爱敬，所以敬都爱时时称赞佛顶啊。佛顶呢是大慈大悲啊，民众心，故大喜大舍皆含信。上好功名以自言，上定自心归明理。只要你若有念到八十八分啊，那总会去念到一段偈文。所以啊，这称赞佛德啊，这是咱应该爱有。那佛有什么定呢？因为呢，是大慈大悲，慈悲心嘛，以悯念众生，为众生修行，不是为家己修行啊，佛都是为众生修行啊，因为呢，伊看到。娑婆世界众生啊，烦恼深重啊，造业的累积啊，所以呢，结冤连仇啊，所以佛陀呢不甘啊，在这六道众生轮回苦不堪啊，所以呢，以大慈。而无悔，来来回回啊，在这娑婆世界，大悲啊，而无怨，众生共穷，难调难服。但是佛陀伊的大悲嘛无怨嘛，那所以因为有大慈大悲，无悔无怨，伊呢，只是干那为一项。民众心，悯念众生，唔忘众生啊！会当快乐，会当幸福，会当解脱呢？迄种烦恼无明的颠白着，不管众生安怎的功穷，他就是来来回回啊，无完啊！所以这些悯念众生，佛陀呢，就是爱大喜大舍皆含信。迄、那个大喜啊，就是甘愿啊，甘愿，不管呢众生安怎的功穷难调伏，就是抱着迄份希望。甘愿欢喜入这种呢，这个功穷苦难众生中去，在众生中，他带下，伊呢以身作则啊，将伊的身教呢为众生修尽了人生啊。不管是众生，众生中啊，这种呢，功穷恶乱啊，他呢，还是同款，人民为伊付出，这种代价，为着呢，就是要来救济这个寒心哦，那。上好功名以自言，人爱知影，
众生甲含信呢，是同款的意思，叫做幽情。因为呢，幽情啊，无不都是呢含灵宝信哦。那一只蚊啊啦，跳在我的身躯里，我那是起一个手来，伊就赶紧紧飞走去啦。不管是要怕伊呢，或者是要甲伊飞呢，阿未到，他呢就赶紧飞走去啦。蚊啊，这么细，虫啊，看到多一个所在有虫，在迄个水中呢，你稍微水甲动一下呢，哦，真济真微细的虫啊，伊就动起来啦，真呢。嘛是伫众生中啊，虽然遐尼只细性命啦，它也是有心，有包含这个心的内底的心，就是意识。不管伊的形名是虾米，伊的形是虾米啦，所以伊称为含心哦。所以佛陀呢，疼爱众生啊。除了人以外，包含这么多罪啦的形名、哦啊、不管你什么形，有生命的物件，它就是大喜大舍，就是要来救度这些众生。佛陀，伊是过去无量寿劫以前就已经是修行啦，就是呢，因为因缘已经会合，时间啊，因时因地因人，这因缘会合啦、啊。所以在印度呢，尼泊尔迄当阵呢，叫做迦毗罗卫国，在迄个所在呢，现象降生，在迄个风景的内底。在印度有阿尼的风俗，囡仔出世呢，都爱请宗教师啦来给他看相。所以，迄位阿斯多仙呐、啊，人人称为伊是会当预言的人，伊会晓看相啊。国王请伊来看太子的相，这位阿斯多仙呢，他。看了后呢，伊哭啦。国王真烦恼啊！这济岁才得到这个囝，这位仙人呢，安尼看到伊的囝流着眼泪，是毋是有不切、不吉兆的代志呢？赶紧就紧问啦，这位阿斯多仙人啦、啊，伊呢？